进攻球权。今天呢，主场作战的广厦还是常规的首发。嗯，福特森，还有孙明辉、林志杰，哇，李小旭，你看这种球啊，实际上就是说，大韩掩护拆开往里，投的最准的就是打韩国，力斩韩国。对，孙明辉三，是吧？那么你现在，掩护犯规，追屁股。打出来，大韩不理他。啊！哎，这球传的不好。和胡金秋啊，胡金秋的协防意识非常。内线人太多了。林志杰高打板，好难啊！左手还是？哎呦，真小啊！内线真小啊！嚯！啊，差点。但是这球呢，没时间了。有，嘿，差点儿，对，啊，这样进了神了，哎呦，林志杰，哎呦，给苏若雨中距离，好球，就是这，林志杰，强打，林志杰，韩德君第三犯，林志杰呀，强打怪门，这球太罕见了，因为一般来说现在这种球，林志杰踢，以这种上身体，邦当好，哎呀。咱们这么说啊，就是说这个球呢，如果广厦如果说赢，哇，福特森外线的三分球找了篮板，林志杰，林志杰前场篮板，老将林志杰拿下前场篮板，失误，开了快攻，郭艾伦，哇，谁呀？林志杰帽郭艾伦，郭艾伦这球就是，除非是这个比赛，这个战前动员是吧？可以的。战前动员第三节辽宁队这边已经是犯规四次。